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昨天家里吃的太好了，然后这张天馋了，然后今天准备接他回去，再吃点好吃的。我馋完了，馋的是吗？啊啊，都快流出来了。吃过那个吗？想吃。今天跟我回去还是这顿吗？嗯，看看看看，要是行的话给你整，要不给你包饺子吧。行，我也挺长时间没看咱奶了，等会儿回去待会。那二姐，等会儿你们忙完，你们就自行撤退吧。啊，行，没事，你们先走吧。你们自行撤退。完、啊、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告诉你，我今天有证了。有证下来了。下来了。行啊，有分扣了我。别，我这刚下来，你别给我扣光了，我还得去学习。没事，等你一年的怎么的？你这十二分才行。你这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拿个板。这一天多不容易。哎呀，真是哈。你也不说给我们配台车啥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效益不行啊，效益好可以配一个。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？好几个月了也。好几个月了。公司这人也太忙了，辛苦了，是吧？你得请我吃好吃的。得请你吃点好的。走吧，走了。这跟张天到超市来了，准备再买点东西。再来点大蒜。差不多了吧？行。姜来块大的。行行。咱这刚杀完的吗？对，我奶奶吃这一类的。就俩买了这些东西，知道吧？行不行？够不、嗯？应该够了。饮料唯一的一瓶红酒。行。这已经到家了，然后天都已经黑了，看到那边月亮都出来了。哈喽，来，这是啥碗的？啥碗的？我奶奶爱吃。上边也瘦了，瘦了吗？瘦了，瘦多了，瘦没了。没有，能还有肚子吗？没有，瘦点，我瘦点。我天天坐着。你在哪睡啊？我在这儿啊。在这屋啊？我在那屋啊，大姑在这屋。大姑在那屋。那我也，那我也这屋。行，哪屋都行，你也吧。没了，这样都行。反正就之前我跟咱俩在这屋睡的时候，我就铺两人。底下然后太热受不了，我都馋了，老长时间没吃你的都馋了。哎呀，你可吃昨天的啥菜知道吗？哎呦，哎呦，馋完了馋的昨天那菜。你大会烤串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你都给留那么点羊肉，你形象回来你吃串，你干等你没回来。最后多大咱们涮锅的了？那时间太长了。干得漂亮，没球给你就都给我撕了哈！大姑这手真快呀、啊，是不是好短？嗯，韭菜鸡蛋馅儿的，还有虾仁的。给你包点肉啊！啊，你不减肥了？减。要减的话就不吃肉了啊！来点小肉汤吧。对。来，小肉汤。行不行？太像样了，我就想吃老大姑这口，想老长时间。不是，你回家你别说，这怎么我一回来全长树呢？你能不能说？不能。那我傻吗？你看我回家怎么都长树了？这也行了，这饺子啥的小菜，多好。这个行啊，是吧？那个干豆腐卷的筋筋骨，卷的肉。啊，肉啊！嗯，哇，有肉菜。咱们还有鸭头啊，来开吃了，咱们来喝点吧啊，必须的，喝点行，少来点。这句话怎么说来的？什么意思？嗯，百尺竿头更进一头。哈哈哈哈哈！当你写有一套科呢，是不是？挺厉害。不会是上过大学，没上过学的，像我这种没上过学的就没有这文化。这玩意儿咋整出来呀、啊？这个直接有那个起的，直接能拽出来。拧的那个。那能不能在那个对了，套茶盘儿里头了？哎呀，咋第一次喝这玩意儿啊？我第一回拧这玩意儿啊，我一般不拧。是吗？行了。啊，快滚！来，得拧。哎呀！你带劲了。这完事儿了吗？拧。我看你啊。对。哎呀！瓶盖生气的碎了。玩不玩呀？那钱都赚了。我的个天呀！我又急了。不是，不行，不行，跑不动。
还甭拿都是。不能。你使劲掐啊，掐住。没事。哎呀，拽出来了吗？啊？随着螺丝那个劲儿。费劲了。这玩意儿喝的我闹心巴拉。你喝这玩意儿也不容易啊。觉得那个螺丝。使劲儿。使劲儿。你啊，叫我来啊，冬天。啊，我来吧。咋都没劲儿呢？换大神上手。好啊，换大神上手了。那也够呛。你那不行，停的你卡不住。开心吗？我的天！你狠，本服是这样拽的，服了，服的，彻底服了。知道为什么是你大哥了吧？陪大哥干一杯。哎，这够了，我俩也喝吗？来，来吧。哎，干一个吧。干一个吧，那必须的。咋喝？一口闷还是咋的？不是你这怎么闷？谁发现的先？来，你决定你能一口闷？你先来，我看你能不能。不大事儿。哎呦，行啊。轻松点，我快。我不行。你坑人呢你！我试试啊，是，哎呦，来着，没有度数，一口就闷了，跟白开水似的，哎，是不是？再给你来呗，就冲着干好评干的，再来一个，行不行？行，稳稳的。哎呦我去，可以啊你这。